轩，还不束手就擒？我错了，但是我不后悔。在妖界长大，但你的母亲是人类，而你的亲生父亲孔宣乃孔雀大明王化身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主宰自己。与我金翅大鹏共同辅佐身为妖界之王的凤凰重明情同手足。便会护你平安康乐的人。可以。